我爸说还有秋葵，哎呦我，这不几颗，但是结的多，老没来呀，底子都老了，你看这底子这个，这都不能吃了，哎、这太大了，你看这个行，成籽了，对，这样是可以。这秋葵呀、啊，最好了，还开花呢，这边你瞅瞅。哎呦呀呀，这看着这秋葵花是这样的哈、嗯，真不错呀。这底下不能吃了，底下老了。这个还有一个。哎，你看这一个杆儿里结了两个，哎，放里。这个行，绿的，这一块也都是，这还有大白菜。哎，爸，这个可以。这可以，嗯，这嫩。哎，这都行。这还长呢，你看，实际上挺好的。这点，哎呦，那长得跟大辣椒似的，真的是啊，真跟大辣椒那么大。给你们看看，这个长得老大了，这个籽儿能留下来吗？籽儿。哎呦我，瞧瞧啊，这个家伙全老了，真白瞎了啊。嗯，不老。不是我们不来整了，关键菜太多吃不过来，园子太多，园子太大。你说种那些，你说谁能天天就吃这几样菜呀？是吧？就得换样吃。这是臭菜，完了这是香菜，这是茼蒿，那还有菠菜，你看咱家全不全个吧。我是赶个尾巴，我家还有几个毛客，看看这都干巴的啊、哦、都不像样了，磕两个吧。你看这小草长得都有点烂了，今天呢雨水大呀，这些东西啊长得就不是很好。拿塑料袋子。嗯，别说，哎，这个头还真能吃，这个头还真能吃啊。它接这个籽儿还挺实诚，现在，但是它有点梗吧就啊，扣不下来。看人邻家都收拾完了，小弟儿，快收拾完了哈。这涛哥啊，拿丝袋子要装苞米，看也不知道有多少。这地下呀，全是，这是老苞米啊，这老苞米啊，吃也吃不了了，我们打算。回到家做个装饰，那可不这么多呢。看看这一兜啊，都是我拿走要吃的，完了还有一些放在这块了。这个地方比较凉快，能多放一段时间。对对对，还有个大冬瓜，拿这个小的就行吧。嗯。哎呀，这个冬瓜我拿回去，这得吃多少顿呢？放车里。哎呦我天哪！你看看现在这车啊，这个丝袋子装的玉米，那是萝卜缨子。青菜、白菜、胡萝卜、白萝卜、小葱、香菜。左手豆角、藤蒿、秋葵、臭菜、黄瓜种，就是咱们不白来一回呀，那家伙都得要装满它了，把这菜带回去能吃很长一段时间，不用买菜了。看前院这个园子了吗？这一园子的是树莓，看人家这家园子也快收拾利索了，这还有一袋的苞米。这家伙又整了两个大窝瓜，这满满一下子准备回家了。